各位朋友您好，非常高兴又在大法古节目里面跟您见面了。您勇于认错吗？世上一般人都不肯轻易认错，因为他害怕一旦承认错误，别人就会否定他的价值，他所拥有的一切就会消失了。所以他宁可忽视良心的谴责，也不愿意承担犯错之后所应该负起的责任。执迷不悟的人就如同背负着沉重的包袱一样。而我们也必须反省，对于那些能够坦白承认过错、愿意悔改的人，我们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接纳甚至尊敬他们？坦诚过错需要很大的勇气，让我们恭请圣严法师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勇于承担犯错之后的责任。一个是承担过错，一个是愿意接受人家承担过错，这两种都是人格的修养。有的人呢，为什么不能够承认过失呢？就是因为承认过失之后啊，他就失去了他自己所有的一切。因为大家认为他是做过坏事的，从此以后再也抬不起头来，所以呢，一般的人都不愿意承认过失，承认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不过呢，犯错有的应该承认，有的还就不能够承认了。有的呢，在某一些场合啊可以承认，在某一些场合你还不能承认，这个是要讲究啊艺术和技术，要拿捏得很好，还是不容易的事情。如果我们呢非常的三八，自己要做错一样事以后啊，逢的人就说，哎，我曾经做过什么错，做过什么错事啊，根本跟你不相关的地方，跟你不相关的人， 你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告诉人家，你说我昨天晚上偷了一样什么东西，你就已经忏悔过了，你还在讲什么？不需要。有的人呢，就是专门喜欢呢听人家打听人家的错误，人家错误的事犯的过失啊，就是一方面呢自己在这常常不让人家听，不让人家知道，另一方面呢又被人家打听。很多人喜欢打听探听人家的缺点，人家的过失，还有呢搬弄过失啊，这个很舒服，讲讲某一个人，哇，这个人是怎么怎么，你不要以为什么了不起，那个人是怎么怎么，我知道怎么怎么怎么。像这种情形呢，就是使得我们大家都不愿意、不敢承认自己过失的原因。大家希望人家承认过失，也希望自己承认过失，但承认过失之后的后果啊，实在是非常的严重。因此，宁可以不要承认过失，而不愿意不愿意面对呀、自己的过失。像这种，这是我们大家我们的社会共同所造成的。但是呢，我在西方啊，在美国，他主张了诚实不欺骗，要是诚实不欺，人一定要诚实。比如说我们过关的时候啊，过海关，他说你有没有带什么这个肉啊，什么东西，水果啊，有没有带？你说没有，他就相信你了，相信你没有带。但一旦查出来你是带了，但是呢你说没有带，这个他的处罚就比较严重了。如果你说带了，他说拿出来，拿出来没收，如此而已。还有一个学生呢，在课堂上从小就要训练你诚实不说谎，诚实不作弊，
诚实不欺骗。如果你不能诚实，这个社会大家都从小就看不起你。这是这个西方人是这样子。那么西方人是不是全部都是那么诚实的？不是，也是有很多人不诚实欺骗人的，也就是说自己有过失不告诉人。所以西方人同样有人犯罪，但是呢他的风气是鼓励人家诚实，鼓励人家不要欺骗。其实我们中国人在古时候的我们的圣人也常常这样子讲说不贰过不迁怒，不贰过，所以不贰过也就是说自己承认过失，从此以后不再犯过失，那是君子。那普通的人呢，承认过失之后还会可能犯过失，可是呢承认过失以后最好让人家知道是最好的，自己有过失，然后让人家知道之后呢，人家帮忙你能够纠正你，能够防止你重新再犯同样的过失，这是非常好的事情。那问题是在于说我们承认过失之后可能就会从此再也抬不起头来，挺不起胸来，人家就说哎呀你这个人是怎么怎么的，你这个人是怎么怎么的。有人过去呢说我说圣严法师是老病，圣严法师是小病。我想呢我也是对我过去是小病，我还没当到老我就退伍了，不能叫老病，因为我这30岁就退伍了，那还不叫老病吗？人家叫我老兵，我想我是当过兵，但是我不是，我当兵好像没有抢人家，也没有偷人家，这也没什么嘛。可是我当我做和尚的时候，当我做兵的时候在军中的时候有人说你是和尚，一个和尚，我这个很高兴。我做和尚也没有偷人家东西，也没有抢人家东西。说我做和尚呢，他们是本来是这是一种开玩笑的。那么人自己是错了的，能够勇于认错这是好处太多了。第一个，心中没有压力；第二个，人家可以帮我们的忙；第三个，我就可以抬头挺胸。为什么？我不怕人家抓我的小辫子抓住了，就是人家承认错误，就是变成一个小辫子被人抓住了嘛。如果我们不承认错误，那才是个小辫子。承认错误没有关系，这个我已经公开化。我根本这个事实就是事实，但是我现在没有了，所以我们一定是让人家会尊重的，会尊敬的。所以我们大家不需要隐瞒自己的错误，但是呢也不需要见人就说自己怎么错怎么错怎么错，用不到。